是跨人跨语的台湾老婆新西亚，我是中文不标准的美国老公 Shane。Are you ready？ 有趣爆笑，新西亚安顺的异国婚姻劲爆开讲即将登场 ，Let's go！大家来到新西亚和 Shane 的异国婚姻劲爆开讲，我是新西亚，我是 Shane， 今天好 energetic 哦。对，我刚才从床上跑过来的。哦，真的吗？刚才有睡午觉。对，因为呢，我们每次在录 podcast 之前一定会睡午觉。话说呢，新西亚的酒又回来了，赶快喝一下，赶快喝一下，赶快把自己灌醉。哎，你们有看过我们的会放？放酒，放杯子的那个东西，杯垫叫杯垫，杯垫。我们是 Michael Jackson 的，很可爱，对，还蛮酷的，我觉得。我最好的朋友 Jason 寄过来的。哦，真的吗？嗯，真的。好啦，所以说呢，看到新西亚又喝酒，表示说今天应该节目会稍微 relax 一点。嗯，对，所以我觉得啊，好开心哦。对，因为呢，老实说，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坚持不喝酒，是因为我发现我变胖了，然后我的这个牛仔裤穿不下。对，他已经不管了。没有，我今天早上试穿了以后，他终于穿得上了。真的？然后也扣了起来，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Aw, baby, I'm proud of you。可是还是有点紧。对，所以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说呢，今天还是没有 happy hour。我们 Happy Hour 明天才可以去，要到礼拜。现在就是我们的 Happy Hour。对，反正我就觉得跟你讲，根本你好，等一下，我 pause 一下，你们可以来去拿一酒杯，可以跟我们一起喝，一起去。好，你先 pause 一下。好，你会来了，对不对？干杯！干杯！对，因为我还是觉得主持节目要喝酒会稍微好一点。对对对。好啦，所以说这一周有什么大事？我有。我也有。选我。我的一定比你劲爆。其实我没有，所以一定自己跟我那边胡闹就对了。这个礼拜呢，发生一件事情，我本人觉得非常的得意，而且非常的满意。真的？你要猜猜看是什么吗？你今天你有答辩。大了，然后呢，牛仔裤也穿上了。那还有吗？还有，其实不算是这个礼拜发生的。哦，真的？对，可是不算是不是 exactly 今天发生的。不是 exactly 今天，是这个礼拜以内发生的。哦，是，就是大概今天。不是这个礼拜。啊，是这个礼拜的东西。对，反正好，你一定猜不出来哈。猜不出来。就是 we had sex， 耶！耶！而且呢，哇，好大声哦！对，我们这样讲出来会觉得还蛮令人害羞，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得意，我好满意哦。那个还不错啊。对，因为呢，我们呢，就是我每次在 have sex 的时候都会非常的 spontaneous。嗯哼，你会觉得还蛮 spontaneous。然后跟大家，因为你知道吗？不然嘞，你们想拍 schedule 吗？好，那今天晚上7:15，你要准备好啊，要准备好，好不好？不是，可是我觉得我们每次 role play 都很 spontaneous，okay. 我们的角色扮演每次都很 spontaneous， 然后这一次我们创造出来不同的角色，我觉得好开心哦。你有没有怕我们就是这样子过去？那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用就是正常的 sex。我们 sex 都很正常啊，老公。可是如果你我没有吃屎也没喝，如果你一直在 role playing 的话，你不怕？你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哦。对，有一天你真的就是要一般的就是 love making， 就是哦，我真的好爱你哦，你真的哦。我不要那种的，谁要？你真的好？我不要啊！你真的好男生，我觉得。我不要那种啊、oh, ，come on， 然后就萨克斯风嘟嘟嘟嘟的那种声音，然后要有烛光，我不要，我要 rough sex。可是我喜欢那种的，要的时候怎么办？哦，真的吗？所以说，如果说我大概就是给你 blow job 或 hand job， 就是那种温柔的就好了。不要太粗鲁哦，好像还蛮 complicated 的一个表情，这还蛮复杂的感觉。哎呦，反正我觉得就是要赶快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呢，我们是就是我们 have one sex 之后，我就立刻发布跟全世界报告，立刻用 pull 跟大家说，真的还假的？我就写说做完了，然后点点点。然后我就写说，这一次的戏码是破门而入的歹徒
圈圈跟叉叉美艳良家妇女，哇，好开心哦。然后他们很多人就很多香蕉、哎、我们有 bench 吗？忘记哒哒，你确定你这个还跟我在 have sex 吗？那次当然是你、以前不是，就只有那一次是。对，所以我真的很搞不清楚，哎，就是跟 Cynthia 是。哎呀，反正那一次我们 create 出来新的角色，对，就是什么角色？坏人跟强暴那个一般的家庭主妇。哎，我们没有玩过那个吗？不是你。有，那不是了。Yes, 哎，反正我跟你讲啊，因为我非常的满意、嗯，我一定要把这个角色再介绍给大家。好，对，虽然说万圣节已经过去了，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角色非常好发挥，因为是那种歹徒侵犯那个良家妇女的嘛 ，housewife 的，对不对？嗯。所以说女生只要说 “Oh please don't hurt me please”， 然后男生只要说“嘿嘿嘿嘿”，然后把衣服撕开就好。真的是这样子吗？嘿嘿嘿嘿，就是会觉得说，就是有吗？很像是那一种 role play for dummies。Role play for dummies. Role play 101，就是我一定会介绍一些，因为我蛮鼓励。那个菜子很简单。对，我很鼓励大家都是在两性之中，就是有一些 role play， 就是角色扮演，对不对？那角色扮演的话，我知道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这个尴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他很难发挥。我跟你讲，是歹徒就是强暴良家妇女，这个不会难发挥，一点都不难，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好像在卖东西，有没有？欸、有发现我喝酒真的不一样，真的有，而且他的酒，你不用以为他我酒不多、哦，对，他酒不，他只是加那个水比，就那个、嗯、那个 vodka 怎么说？ vodka 伏特加，伏特加一咪咪而已，一咪咪而已，所以就可以看我让我 loosen up。对，还不错。对，所以说呢，如果你们还没有尝试过角色扮演的话，请接受我的忠告，一定要使用这一招。比医生、护士啦、vampire 对什么那些都简单。哇，那你真的很喜欢这样，我觉得你真的很喜欢，就是当 victim， 对，受害者。我喜欢当受害者。各位女性有喜欢当受害者，请举手。可是我真的有的时候，我这样子比较累，我觉得。因为你要比较多，对，因为你就说、啊、你不要，我觉得我一直就是抽筋啊，是也没有啦，有其实有。有吗？我忘记了、欸，我是不是已经昏过去了？对，因为我记得很近，所以就快昏倒，所以有可能忘记那部分。哦，那刻对。好了 ，anyway 了，所以说你会觉得说，因为我喜欢扮演 Vicky， 你不喜欢当加害者就对了。哦，加害者就是害人家当 raper 啊、哦、还是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啊，可是有的时候我就是想你比较想被当 victim。有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就是当就是小朋友，就是那个、哦、babysitter， 你可以当 babysitter， 然后我来 molest。对，小朋友哦，你也喜欢当这种的吗？我就是。希望我有的时候我可以就是轻松一点，轻松一点，轻松一点，对。可是最主要是你那个台词你要会讲哦。My mom 好没 feel 哦。可是你是这样子啊，你当受害者你就是这样子啊。我只说 please don't hurt me 就这样，我没有说妈咪还是什么的。而且你的声音，我就知道，我刚才在想，我自己听到那个，就是 role playing 的声音都一样。就是我讲话跟 role play 声音会不太一样，是不是？对对，你 role play 会有个 role play 的声音。对，有。哇，好害羞哦！害羞。好了，反正这就是我要跟大家报告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满意，也非常玩得很开心，所以一定要提供给大家知道。哦，哇，那你这样子开始，我觉得哇，很难，就是 follow up， 就是接下来要讲什么，是不是？对，然后这叫冷场。嗯，对，你要就是。不是破梗，如果你要、就是、高潮已经没了，对。可是如果你要就是把那个梗就是放在后面，你怎么说？我知道是一个我不知道高潮迭起。嗯，不是、啊、准备就高潮，越来越高潮，高潮起伏。No， 那是什么 ？Never mind。所以说你就会觉得接下来还蛮难发挥的。对啊，因为我就好了、啊，其实接下来我本来想说，哎，我们今天要聊一些比较，因为我要看我们的上半身。哦、oh, ，好，接下来无聊的要来了，各位同学。对，我知道。从 have sex 到我们的服装，已经破梗了，我觉得。没有破梗啦、啊，就是烂梗。就前面是爆点，然后后面就变成烂梗。对。
好了好了，还是讲一下，因为你现在准备很久了。好，请你。我真的有敲响，什么都有。对，因为我真的很可爱，因为我们没有讲过。可是我打扮的时候，我就是从睡觉睡午觉起来的、所以我就是有点懒惰，所以就要放我的衬衫，我的 T 恤。没有，基本上来讲，炫这一件是他的家居服了，已经算是睡衣的。今天是睡衣嘛？其实不太算，不太算。对，可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一直在下面，一直在我们的那个沙发附近。对对，所以就好方便哦。他就拿起来就套了一下。然后我的裤子就是我的睡裤。对，我也是。对，所以我觉得很可爱，因为你下来的时候，我看你，哇，好漂亮哦，你的上半身，可是你的下半身跟我一样，都是穿那个 pants， 都是我们的睡裤。我觉得当然看不到，所以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的节目你也知道，我们都是主持人，都是只是秀上半身啊，那下半身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好在意的。好，不穿衣服好了，下半身。是可以，夏天的时候我们不穿，夏天的时候我们不穿裤子，就穿内裤，对，因为很热。对，对，所以说待会就是大家看照片就看得到，我们其实一些人打扮都是还算蛮劲爆的啦，有那种对比的感觉。很劲爆吗？好，那接下来讲什么？谢谢。好了，那接下来要讲一些圣诞节快要来了，赶快拉东西来填那个。今天我真的很想要，就把我们的圣诞树拖出来。对，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已经在这个，如果说大家去把那个去年的节目，也就是万圣节过后节目翻出来，你们一定会又听到每次我们万圣节后的第几个节目，我们就会说哦，炫又想把那个圣诞树拿出来。我好期待。对，我们家炫是个很酷爱把圣诞树赶快装起来的人。我可以请教一下为什么？因为其实说现在离圣诞节其实还蛮有点距离。我应该有解释过，我只是觉得，因为真的很难。我们的圣诞树，是一个你要自己，怎么说？它是塑胶的，然后你要自己把它这样子一根一根这样插上去。对，所以然后把它这样展开来，要整理的很好。对，真的还蛮累的。所以如果你就是从那个圣诞节就是几个礼拜，我觉得如果你要把它就是从那个车库就是拉出来、就是、然后组装，对，所以是觉得我很喜欢那个感觉，那个有 Christmas 的 feel。然后你看那个商店，就是那个百货公司已经有那个圣诞节的东西，现在已经有了。对，没错，就是过完万圣节一定有，就是是哇，过完万圣节就一定会有圣诞节的 decoration 啦。对，所以就是哇，我要更快把它就是拿出来。对，那以后我们都不要收进去就好了。好，一整年都是圣诞节啊。那你这样子呢，可是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子，你要期待一个东西才会好玩。如果你一直有，那不好玩。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个如果你有吃太多东西的话，你就不会 appreciate 那个食物。对 对，所以你会发胖，可是而且你不会觉得哇巧克力蛋糕好好吃哦，你是觉得就是我反正你平常都可以吃，你就纵容你自己，你就不会去珍惜当你拥有的那个时刻。对，好有哲学性哦。对，不劲爆。不过刚才不会，其实呢，我觉得是还蛮劲爆。我们都要牵扯到劲爆两个字。对，因为呢，今年很可能是我们在美国最后一个圣诞节。对，如果大家有在看我们部落格的话呢，就是我跟炫就是打算要搬回台湾定居了。好恐怖哦。对，其实我们两个是皮皮刷，所以说我们才会变成酒鬼，因为我们要借酒壮胆。好啦，其实呢，当然啦，我在部落格里面文章有写一些原因啦，还是什么的这样子。那我不知道用嘴巴讲，大家会更有 feel。其实呢，我跟炫，像我来美国已经七年了嘛，大概2003年过来的。对，我们结婚也都一大七年，也对，七年多了这样子。对，很久。然后我们都觉得婚姻非常的无聊，还要在角色扮演。好啦，反正呢，其实我觉得
我们都知道说，其实美国环境确实好像比台湾稍微好一点，你们可能都这么觉得。对，因为这个房子 sex 的地方都已经用光光了，那个厨房啊，就是、对啊，或洗衣机上面啊，对，又没有灵感了。我们只能在草丛里面，对，我们所以只能角色扮演。有时候我们是在外面，在草原。好了 ，anyway， 所以说呢，我相信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哈，你们的生活这么稳定，你看都买了房子咯、然后炫有一份工作也还不错，好像是公务员。对，然后金饭碗，怎么想要回来台湾呢？那我爸妈也非常的担心。那其实呢，我会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我爸爸也很担心。你爸爸很担心哦，一定会的、可是他担心归担心，他也阻止不了我们。当然啊，可是还是会有影响大。其实我相信长辈对于我们这种小朋友的做法，总是会觉得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对我来讲啦，我觉得当然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原因回台湾，就是因为就想跟我爸爸妈妈跟朋友在一起了。而且我们要生小 baby， 所以我们觉得在台湾比较好。对，因为我有朋友在美国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什么家人。对，其实我会觉得说就是。如果呢大家有出门在外啊，然后呢就是离父母这么远的话，你们就应该多少可以体会到，就是当你身在异乡啊，逢年过节都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基本上来讲，我们在美国生活就我跟 Shane。 然后很多人还问我说，炫难道没有朋友吗？那真的没朋友啊。真的没朋友啊。然后二来我又会觉得说，第一个就是尽孝道嘛，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承受说哪天我爸妈真的怎么样了，然后我觉得我只是回台湾奔丧，那种感觉真的很可怕。奔什么？奔丧。什么意思？就参加他们 a funeral 的意思。哦、我就觉得无法原谅我自己，我觉得那是我人生非常大的一个遗憾。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只要一想到那一天有可能会发生，我就受不了，我就是一定要回台湾。对，然后很多人都会劝我说，可是你在那边会受苦受难。我心里面会觉得说，其实在台湾这个小小的岛上有多少人都住在那边，包括我爸妈我亲爱的朋友他们都在那边。如果说你们真的觉得那叫受苦受难的话，又会吃苦的话，我觉得我亲爱的人都可以吃苦，为什么我不行？我也可以啊。我好天真、所以在台湾一定要吃苦就对了。也不是啊，然后很多人都说台湾，我跟你讲现在工作很难找啊，收入很低。问题是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我觉得问题是赚大钱跟有工作人还是很多啊。还是有啊。那我会觉得说、我觉得基本上就因人而异啦，我只能这么说、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大事，当然很难，所以才会会有很有成就感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真的一直怕失败或者是吃苦，那你当然就做不了，就不会做什么，我觉得。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都没关系。没有啦，其实我认为就是说，我相信我三十炫三十六。那我知道当你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衡量最坏的打算到底会怎么样。那我跟炫，其实我啦，我自己的想法会觉得说，最坏会怎么样，就是辛苦嘛。会饿肚子吗？我不觉得。会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也不觉得。也不会变乞丐啊。当然啦，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找不到工作。那到底在怕什么？怕什么？对，然后你知道，其实当然啦，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哇，你们都好勇敢。其实我们不勇敢，我们也很害怕。你怕不怕？当然很怕。比抓。其实如果我可以，只是现在就是醒来，我已经在台湾，没事，不用搬家，不用买房子，不用把我们的猫咪带回台湾的话。这些东西 OK 吗？我也觉得 OK。对，我觉得 stress 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搬家。真的吗？我不担心搬家哎、我有。我担心的是说，我第一个我是怕你回到台湾，你不能够适应那边的工作环境。这是我最担心，我很害怕说，譬如说你今天教成人美语，你不快乐。或者是说你成人美语教讲你不快乐，然后又没有办法换工作。Then dies， 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我 OK， 可是我不希望你不快乐。不是啊，我可以当 model。啊，如果说有经纪公司要来签证的话，他是可以，他可以减肥，他可以减肥。我先帮你们帮他讲一下，真的可以，真的可以，没问题。好啦，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人生当中，当然啦，就是想做什么事情就尽量去做，对，然后你就把最坏的东西给想好。对，我真的觉得，有一个很舒服的生活，我觉得又怎么样？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们现在只 being ignorant 跟 naive。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可是我现在有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我就是从现在一直这样子到我
六十岁。对，我也觉得我真的不要。That's lame。我真的不要。所以说，你想比较 more exciting life。You only live once。所以我真的希望我可以有更多的经验。呀、yeah, ，我们应该 OK 啦。我想，希望台湾应该会让我们顺利的回去。Yeah. 我相信。帮我们加油 ，Fighter！、好啦，就这样。好啦，那第二段回来，第二段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这个东西。带回来哟。好久不见，这是呢我们第三次录这个节目，所以说炫才会说好久不见，因为我们已经各自又那个冷静了大概半个小时，大概对，大概有半个小时，然后我又一度在那边 bitchy 说我不要录了，我不要录这个单元了，我们换个单元，什么单元就是也不知道什么单元，我就说就随便讲一下别的啦，然后脸就很臭，然后还逼迫炫把我们刚才真的大吵架跟在节目中大冷战我大臭脸的镜头全都给他删掉。对，还蛮可怕的。然后炫还说他还 一刻意就是不想删，想要增加一些爆点，我就不让他，因为我就觉得因为我臭脸，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开始讨厌我，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还是不要让大家看到我臭脸的样子。哦，是这样子，还是保留给你就好了。好了好了 ，Anyway 呢，就是呢，还是要讲一下我们吵架的症结点好了。好，可以。对，好，上个礼拜呢，听说在台湾啊，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让大家震惊的一个新闻。震惊是什么意思 ？Very shocking。哦，很 shocking 吗？对，很 shocking 的一个 video。哦，那这个 video 呢，就是呢，在高雄市的一个有两位国中同学，国中生啦，就是呢，他们就是。在男生好像在玩类似那种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就是 Truth or Dare， 对 Truth or Dare，类似我的感觉是这样，然后那个女的就是在帮那个男的给他一个 hand job， 对，就是有 hand job， 没有啦，他不是，就是没有那么的激烈，因为他刚才我们不是这样子吗？对对，可是他因为不熟练，所以他可能是这样，这是你的方法。对，好，那其实在这个影片一流出的时候呢，我的波浪河道上就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影片，然后大家就在面传阅还是什么的，然后因为我非常的尽责，我就跟两位网友都说，哎，你们可以把那个影片下载给我这样子，然后他们就非常的好，就把影片载给我，然后载给我以后呢，当然我本来就是要尽忠职守把影片放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呢，可是呢，就是因为我们人还在美国，虽然说我们要搬回台湾，所以说影片 要等到我们回台湾，我们才可以给大家看。这是你的结论吗？不是啦，就是因为我们家炫他的考量还蛮多的，炫要跟大家讲一下。我只在美国，你真的要小心，就是有关于 minor sex， 就是 minors， 对，就是未成年。对对，你真的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叫做 child porn。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播出来，或是你电脑有存档，对，那就是你有 child porn， 就是你就是违法的，你就是个变态。
对，真的是这样。他们对于小朋友的保护非常非常的严格，我只能说美国真的是非常的 anal。好了，我开玩笑的啦，就是说美国对于儿童的保护是非常的周密的，所以说其实很严格。对，那我相信这种东西如果在日本，感觉上日本就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那么严格，因为常常日本 A 片你可能会看到什么老少配啦之类这一种，可是这个地方呢，就是炫友跟我讲说，如果说今天你是有企图性去网络上去下载，譬如说未成年可能十二三岁的少男少女在 have sex，或者是从事有关于跟 sex 有关的活动，那你又把它载下来，然后就存档到自己的电脑里面，你就嗨啊，对对对，他就把你抓走。对，所以刚开始，因为你知道我来自台湾，我就会觉得说，哈，有这么夸张吗？我不能说吗？那我是跟炫讲说，影片不要放出来没有关系。可是呢，我就是想讲一些什么东西还是什么的，可是就是最好也不要， yeah. 因为我就说我讲中文，他们都听不懂。他说，可是就是要小心，要保护一下我们自己。对，因为我很害怕到时候连我们台湾都回不去。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台湾以后呢，我再大肆宣扬。不想捉牢，因为我的脸还蛮漂亮的。哦，对，而且我的屁股很翘，所以我一定是很好的肉。在你是很好的一个 target。对，在监狱当中这样子。对，所以说就是跟网友就说不好意思了，反正就是我们就是针对这个新闻，我们来做个讨论就好了。Yes。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们第一个这个讨论点其实还蛮有趣的。嗯，因为毕竟我来自台湾，然后我因此还臭脸，因为我会觉得说这有这么夸张吗？可是就是有这么夸张，在美国。对对，所以这个是也可以讲。所以你刚才说，我不想录了，我想要罢录。对，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说我不能够畅所欲言的话，那我何必还当个主持人呢？我干脆就是不要当主持人就好了，或换个话题。对，可是我还是要放我们吵架的样子。可是他说不要，我说你立刻把它删掉。然后炫还说放那边没有关系，我说你立刻把它删掉。然后他就说 You're a bitch， 他就把它删掉。我知道炫还试图想把它保留下来。我相信这样讲，大家一定会说炫一定要保留下来，就是被炫被 Cynthia 追打死，一定为了我们的福利把它保存下来。不可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看到我们第一次真的完全我就是在节目上大臭脸，我觉得还蛮可怕的。然后我就这样整个，我们这里有冷场，我们就是在这边了。我说你就说怎么样？那我就说怎样？我说怎么样？我们就是这样子，开始喝酒，然后就喝酒。对，就大概有15秒吧。对，真没有说什么。然后我说哈，没办法，一定要停掉。对，然后停掉了以后，他又说他就试图想把它保存起来，不可能。好啦 ，anyway 啦，所以说呢，就是。我想知道一下，就是炫，当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的感想是什么？ Yeah. 因为我在这个波浪上面，很多人他们看到这个新闻哦，他们的反应都是那种，哈，好夸张哦，教育失败，现在国中生到底在想什么啊？妈呀，还是虽然我是美国，是一个美国人，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哦，你觉得 no big deal？ 我觉得 no big deal 啦。好，为什么呢？我是觉得他们是小朋友。他一定会玩一些有的没有的，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录音机，我们的手机有录音机，可以录音。对，所以我觉得现在 你不能说，哎，这个才现在小朋友都疯了，他们在想什么？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变，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从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一直在这样子。可是现在因为有 YouTube 啊，有就是。什么都可以，就是要按一个东西，它会就是抛到网络上。OK， 所以我不觉得他们在做什么很奇怪的，或是什么很变态的东西。我觉得你15、16岁的时候，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而且你很对 sex 有很好奇，所以你一定会做一些53的东西。可是其实我觉得我的看法跟炫是。也算是有点不太一样啦。其实刚开始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天啊，真的还蛮夸张的。可是我认为他们怎么讲啊？我觉得今天的症结点是他们有人在旁边拍，然后呢上传。所以你觉得很夸张的地方就是他们在拍，他们就上传。对，就是说，对，我也觉得这样。我可以想象，就是说一群15、16岁国中生。大家都已经身体有发育了，那你可能对性会有好奇。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很多人几个同学可能好朋友还怎样， yeah. 女生可能还蛮 man 的，就像我。然后那个男人就说：“哎、欸、哎、欸，你有没有看过男生 penis？” 我20岁的时候，我跟炫认识的时候，我也是属于那种
非常实验精神，说我可以看你的 penis 吗？然后就说，哎、欸，你可以教我怎么样给你 hand job、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啊，对对对对对对，只不过我们只是没有把它拍起来，很可惜。其实我要啊，对，没有啦，就是我会觉得说。我相信他们只是好奇、然后那个就觉得说好啊，反正你也同意我也同意，那我就让你摸看看、让你给我一个 hand job 是什么样的感觉、也许那个女的她从来没有碰过一个男生的 penis、也许她不知道到底 hand job 是什么。其实这个真的算是小 case， 我觉得如果他们是一直是打人的话、你不会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可是我只是会觉得说今天我只是不懂，就是说应该人都会有羞耻心吧？我觉得你做可以，可是当旁边有人在用录影机拍的时候，你难道不会觉得说不要拍吗？那 porn 是什么东西？ porn 是色情片的意思。对，所以他们是在旁边在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会很奇怪。可是等一下，可是我觉得以一个人的感觉，就像我，就算说我跟你喜欢、搞什么角色扮演还是怎样。我也不希望，或我也不 very comfortable， 就是你把我拍下来啊！我连臭脸在节目上臭脸都说你立刻把我删掉，更何况我说我给你 hand job， 然后你把我拍起来，我不懂哎、我就会觉得说，我觉得大家很 shocking 的地方是说，天哪，你居然把他拍起来，应该是吧？你们难道会觉得很非常 shocking？ 说他给他，因为他们是小朋友吗？还是因为他们真的有 ？OK， 如果今天他们成年人，如果你要看 Pornhub。有半个就是 amateur porn 啊，他们就在拍 sex， 然后就上床了，上床。那他们你要开走啊？不是，他们是放在网络上。哦，上传在网络上。对，所以我觉得，因为他们已经是满了十八岁，所以没关系。所以我觉得你15、16岁，你已经觉得我是大人，没关系。我。当然他们，我不说他们这样是 OK， 不，我觉得他们觉得。可是你会觉得是台湾教育失败吗？不会，哦，真的这样就是小朋友，也没那么严重。对，我只是觉得有很多人就在做更夸张的事情，在世界上，我15、16岁，我觉得我们都疯了。我觉得哦，就是你会觉得15、16岁都疯了，真的没有想清楚。对，所以他们很敢。所以他们就啊，还蛮好玩的，就有点像，就是类似，真的是真心话大冒险。而且有可能这么说，哦，我们会哄，我就放在网络啊、放在网络上看看怎么样，有可能。所以他们，我觉得我现在我觉得有 YouTube， 有 Facebook， 有什么，有这么多管道可以让你有很多 social media， 所以那真的也觉得，哦哇，我真的可以哄，或是我真的想要。可是靠这个哄。你觉得这 OK 吗？如果今天是你自己的小孩子，哎，你不是一样的人吗？我想红啊，我知道、啊。你会说啊，我要脱衣服啊，怎么样啊？你会就是开这个玩笑，可是我觉得在心里中，你真的会觉得哎，好玩啊，真的。我觉得他们，我觉得不是教育失败， okay, 我就是觉得他们。Human nature。可是我相信他们不是什么，他们的爸爸妈妈不是医生，一些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什么很有水准的一个家庭。我觉得他们的就是小朋友的，我觉得很难讲耶，真的很难讲。可是我觉得基本来讲，你会觉得，他们应该没什么，他们家里的教育应该不是很好吧？为什么你会觉得有这样的推测？因为我觉得这样讲不公平耶。可是我还是觉得。小朋友真的要讲是搞，那他们应该没有很不是 good boy 或者是 good girl， 搞不好他们考试都一二名啊。如果你说如果你在 cheating on a test， right？ 你作弊，或者是不知道，你还是觉得这样子不太好，有可能教育失败，就是觉得认知是这样子。 OK， 真的我们都很想要就是 get attention， 或者是 just test the boundary， 你懂吗？就是 push the limit， push the limit， 对，挑战极限。对，那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啊，
一定要给男生 hand job 吗？你自己用 vagina 炒出一盘蛋出来也很棒。可是你，我觉得你有可能只是 miss 掉那个 point， 他们只在那边就是 mess around， 对，就是 messing around 啊。有一个人就是他有手机，哈，我拍下来，他说好 go ahead， 我不怕，我觉得我的小弟弟够大或者怎么样，他们就都会有些男生在一起，他们就觉得好，你敢不敢？好，我敢，就是 truth or dare 嘛。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小朋友嘛。好啦，就是小朋友啦。Yeah. 可是我相信，如果今天是你自己的孩子是这样搞，我不知道你还不能能不能够会觉得说，我一定会把他打死了。Okay, 你还是会把他打死哦。嗯。啊，真的哦。我觉得他们这样子真的是不对的。可是我不会觉得哇，好夸张哦！他们真的这个是个很大的事情。我只是觉得这是一般的做坏事，可是当然是不 OK。可是我不会觉得 ，Oh my God， 台湾怎么样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在小朋友都疯了，对，或者是社会现在很乱，不是，就是现在我们有录音机，可以就是当一个大哥男子，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搞不好三五年前已经有，一定很多人都这样搞过，一定有啊，我只是等到二十岁。其实我也搞过，我只是等他二十岁、然后我没有把他拍下来，因为那时候我们身边没有录影机。后来有，可是不是那个时候。对对，好了，不过基本上是你那个时候你就是删掉，一定要删掉，好烦。对，删掉，就连我臭脸的狗删掉。我臭脸是非常 bitch 的，就对了。所以好了，好，你有什么问题？所以觉得在美国，我们真的那么保护儿童，或者是就是 minor。哎，我跟你讲啊，这件事情我相信你们有在锁定我们节目，这种事情我已经讨论过很多遍了。嗯，就是说呢，再讲一下好了。哦、那个 Catch a Predator。对，哦、美国有个节目叫 Catch a Predator、啊。OK， 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因为非常保护这些小朋友、青少年，啊、所以说呢，他们会请警察去装作一个十三岁的小女生，然后在聊天室，然后跟一群成年人上网这样子。然后这些 decoy 就是这个冒充的这个小女孩就会说，哦，就是故意在那边 flirting， 跟这个成年男生当、爸爸。爸妈不在啊，你要不要过来啊？对，然后那男人就会说你要带一些酒啊。对，然后呢，等于说那个男的如果去他们家，警察就埋伏男的把他抓走。嗯，好，那有些人就比较，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在考验人性。嗯，对，就是因为我们在英文里面，我说 entrapment。嗯哼 ，entrapment 就是如果你有把一个 situation 一个情况、然后就是把一个人就是。过来，有点在引诱人家犯罪。对，那好，那我看到那些人，我都觉得哇，好可怜。你知道，有些人他是那种可能是牧师 priest、他可能是老师， yeah. 然后呢，他可能就真的受到了诱惑啦。因为我觉得，老实说，一个女生不管是十三岁、十五岁，反正她就是个女生， yeah. 一个诱惑，你怎么可能不去？然后去站在那个房子，他还说哦，我可能。不应该这样做，然后那个小女生还故意说来嘛，家里都没有人啊 come in。然后那男的终于进去了以后，然后那个啊，等一下我要换衣服啊，对，或者说你先去喝杯酒还是怎样，我去把 jacuzzi 三温暖给打开。对对对，然后那男的就会进去，就这边有点不安。对，然后接下来就 Chris Hansen 就是那个主持人就会出来说 Hey, why are you doing here? How are you doing? I'm fine. I'm Chris Hansen. I'm Chris Hansen.对，然后说不是说那他不会马上说，这就是跟他聊天，所以那个男的真的不知道你是谁，你是爸爸还是警察，还是你是谁？就是、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对，然后每次我看到我就会觉得，然后他们都会来，就是我就在路上啊，就是看一个女生，她说我过来啊，哦，真的吗？再开始看那个他们的 I am 的那个他们通话的记录，对，他说哦，真的，你不是这样子说吗？对、他说他会非常的指明，就是讲出来说，你不是说你要 lick her vagina？ 对对对。然后那男人说，我有这样讲吗？他说就是在里面啊。哎、他说你知道他几岁吗？他说他可能十八岁吧。他说哦，真的吗？ 他说你们 conversation 现在说的很清楚，他十三岁。对。他应该在骗我，我觉得。反正我每次我看到这个节目，我就会觉得非常的不高兴。嗯。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觉得美国人就是对于儿童很保护，可是你们要知道，现在儿童都嘛是恶魔。恶魔，对，所以我会觉得说你们应该保护大人，而不是保护小孩子。而且我会觉得说，今天你让一个孩子在家里面，然后做出这样子无耻的行为，基本上引狼入室。你们难道不觉得他的爸爸妈妈应该负点责任吗？为什么那个男的很倒霉就被抓走？那这小朋友应该被抓走啊？这小朋友是不是应该也要受，就是应该受到一些教训 ，punishment？
嗯，可是我在想，我这还没有满十八岁的，这即使有超过十八岁，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真的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嗯哼，我现在我觉得 ，Oh my God， 那个男生是谁？因为我真的我的脑子还没有完全 develop， 你懂吗？我知道啊，可是我会觉得说，今天这些人，嗯，假如说今天有真的有小朋友，他故意去聊天室，然后故意跟成人在那边 flirting， 然后那个成人，他因为你知道人性本恶嘛，嗯，他可能受不了诱惑，然后来他们家，我真的觉得小孩子也要负责任啊，嗯，你不能说哦，因为我还没有成年，所以我不关我的事。如果今天你没有成年，你杀了人，你是不是要负责任？我知道法律上他会觉得，可是他未成年，他不知道想什么啊，就让他。有些小孩子就是因为仗着自己还年轻不懂事，而且他们还没有到法定的犯罪年龄，所以他们就跟着犯罪啊。嗯，对，我就是真的是一个灰色的，这是一个非常灰色地带。对，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不得不承认，我真的觉得美国对于那个儿童的保护的时候太夸张了。我真的觉得很 anal 啊，又太夸张了。anal， 对啊，应该这样讲。很 anal 啊。对。对不对？嗯，但这时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孩子带回台湾？为什么？因为我在台湾打孩子，他们不敢讲什么啊。在美国打孩子，他们就告我。哦，一定会。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看小孩子无法无天了，开什么玩笑？妈妈拍一下你的屁股，就是我告你，告你哦，你去吃屎！再带一次，告你哦。对对对对对，这个什么态度啊？所以我才要回台湾啊！这孩子在台湾，他们就知道说，其实打来打去没关系，妈妈打你，把你绑起来都没关系，绑起来。好啦，反正今天这个新闻就想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就是美国跟台湾对于这种那个未成年从事性行为，或是有点那种跟性有关系的活动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果你在啊，如果你想要讨论这个问题，你就可以来他的部落格这样子，好不好？好啦，那就宝比 baby， 我很对不起，我们不要再吵架了。好啦，下周见，拜拜，拜拜。Yeah. I'm so gullible. I'm so perverted. I'm destined for trouble. I'm so pedophile. I'm so young and oblivious. I'm so not. I'm so MySpace. God, you're hot. I'm a 16-year-old girl. I'm a dirty old man. I like going to concerts. I piss in a pan. I'm a virgin in an Aquarius. My wife left me for a woman. I'm so tired of immature boys. Sounds like you need a real man. My page is loaded with bands from top to bottom. I only have seen kids in my top 16. You seem like you're a nice guy to me. It says here that you're 18. Yes, I'm about 18. I'm pretty close to that age. I'm a full-fledged adult. Does that make you excited? God, I can't wait to put you in a cage. I don't know. I'm kind of scared. Come on, girly. Don't be afraid. I've never been with a man before. Just wait for me, and I'll come knock on your door. I'm a freaking pervert. I get off on little kids. I'm a freaking pervert. Someone should cut my balls off. He's a freaking pervert. He gets off on kids like 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My parents are out drinking. You need to back off.